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公立好题哉》，我是吴雅婷。在台湾的新移民姐妹越来越多了，在我们的高雄本地呢，也有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国嫁来高雄的新移民姐妹哦。当然，我们的市府呢也会寄出非常多的那个协助啊，帮助新移民姐妹快速的融入当地的生活。那像是啊，开设一些像是手工艺的技艺班啊等等的。那么今天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两位来自越南的新移民姐妹，以及两位我们户所的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。那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新移民新移民姐妹李碧莲，主任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是我们欢迎碧莲啊。那接着我们欢迎另外一位新移民姐妹啊，吴清庄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是那欢迎清庄。那接下来我们欢迎林雅区户政事务所主任王秋贵，王主任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最后我们欢迎三民一户政事务所主任黄美丽，黄主任，是，漂亮的主持人好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聊一聊他们的打包带编织班的成果。那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。包包该怎么织才好看，新移民姐妹听得好仔细。在林雅区户政事务所连续开办第二年的打包带编织班里，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嫁到台湾来的新移民姐妹，她们在这里学习手作工艺，有些新移民更是连续两年都来报名参加。我很开心，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这样子，然后就老师很用心的教到我们，来这边收获很大。对对对，去年参加，今年又来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我已经很有兴趣啊，就编织包啊，哎呀，然后可以增加那个比较有自信啊，就是怎么讲啊，这个。真的是多学一样东西，以后可以自己那个，比如说创业之类的啊。满手专注在自己的编织世界里，一个个花样新颖、色彩多元的手作提包，就这样一点一滴慢慢大功告成了。而指导他们的老师就是这位已经退休的里长薛景筹，从基础班带领他们前进到进阶班，他与新移民姐妹们培养出深厚的情谊。你这里错了，对，中间你没有中心点，你没有三条线，这里加三条，我这里我想说怎么好像就有一个地方不对。你们做亲切感的呢，嘿，看我大家相处了解好，去年伊都办啊啦，啊办了，敢那大家欲罢不能吼，要继续进阶班嘞，啊，所以这期因零啊跟三名做伙都要好个办一个进阶班嘞，啊，这学生做踊跃，啊，大家天资嘛足高。新移民姐妹远渡重洋嫁到台湾来，在生活与人际上面临的挑战无数，现在她们靠着自己的双手编织手工提包，同时也编织她们在台湾的梦想。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那个新移民他们打包编织班的上课情况啊，那么现场也有来到两位的那个从越南来的新移民姐妹啊，他们也有上这个班级，那是不是请那个碧莲跟我们介绍一下，哎，你是什么时候嫁来台湾的？我是2009年来台湾的。来台湾了，所以嫁来台湾已经差不多快六年了。快六年了，对。是，那那个青庄呢？我是2004年嫁过来台湾。哦，将近十年了，这样子。哇，那两位来两位新移民姐妹呢来台湾，然后来嫁来台湾，然后你们来参加这个打包带编织班的课程嘛，那你们是第一次参加吗？因为去年就有办这个班级嘛，那你们是第一次吗？第两次，第二次哦，两位都是第二次，所以都是进阶的成员，这样子。是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来上这个课程啊？其实政府开什么课我也去上，因为看那个包包也蛮漂亮，就学一些手艺啊，是，对，那就是做成了一个包包真的很开心了呢，是，很有成就感，对。那听众呢，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做那么有兴趣的，然后刚进去上课，哎，我说这做这样就蛮有兴趣的，所以我就一直要做，想要做啊，还要刚开始我没有说要可以买，慢慢来，有人有是那个像朋友啊认识的人呢、啊、说要买啊，我就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多一份收入。是哦，现在就已经有人开价跟你买包包了。对，你是不是今天也有把你们的作品带过来吗？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这些，说那个碧莲的作品是这是我的，
这是我的。哦，前面的这个黑红色的跟那个绿色的是你的，然后听中的是、我是粉红跟那个橘色的。是，就是从你们的风格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哎，你们可能是什么样的个性的。然后就是像听中就是非常典雅的这个包款，跟你的本人就很像。然后碧莲就是非常流行、非常大胆的颜色，对、是。那你们从去年啊到现在都有参加这个班级，那你们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没有想到会赚这种钱啊，意思要做那个成就感，可以好像赚做一个有自己的手艺啦，什么都要学啦。但是这个班真的很好，是对。啊，又来到这里吼、学这个吼、我常常要想来这边学，因为大家的一个环境很轻松啦，家里什么压力很多，也来到这边真的很轻松。哎，啊，科长跟那个主任他们也对我们很好，常常访问啊，可以做吗？怎么样啊？啊，老师也很仔细问，帮我们教我们 一步一步走的。是，所以感觉很开心，很快乐啊！就是一个，所以我希望这边都常常。就是开课哦，我有空都来了。是，我们等一下好好问一下主任，看有没有去明年再开一次班级哦。对、那我们再问一下听众哈、你就是这个课程，你觉得说，哎，从去年到现在，你已经连续上了两年了，你的收获是什么？我可以这样开两科啊，我可以学的更多的成就感啊。就是像我没有去上班嘛，啊，我家里做这些可以就。小孩去上课，我觉得无聊，我就可以买一些材料，对，打发时间做出来啊。我们可以创意来做一下新鲜的。我们护所的主任来到我们现场，刚刚那个新移民姐妹啊，他们的回响都那么大啊。我们是想问一下，说，哎，有关于这个打包袋编织班，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，说，哎，来开一个新移民的这个班级呢？我们先从秋桂主任啊，那这个构想哈、最主要是来自于。我们在民政局的这一个服务，我们的户政事务所，因为我们的点非常的多，是，那我们就想新移民姐妹呢嫁到高雄来，不外乎都是在这个就是协助家务，然后几乎就是很少出来就是就业哈，那我们会觉得说，那到底我们利用我们户政事务所这些服务的据点，我们可以提供给这些新移民什么样比较贴近他们需求的这样的服务，那我们就很努力的去跟中央争取经费。那我们就想，记忆一定是对新移民最有帮助的，因为不但可以让他们有可能是可以作为就业的一个基础，甚至于他们可以来创业。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意义应该是很大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发想。才开这样的课，看到两位新移民姐妹带来的这些成果就可以知道。那美丽主任呢，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，想要那个开设这个班级呢？大家知道啊，我们户政事务所常常有人会怀疑说，奇怪，户政机关跟新移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会去处理到这一块生活适应的部分哈、那因为最主要我们新移民到了嫁到我们台湾，很多就是到了我们台湾之后。那有关户籍的问题，包括结婚啊，包括规划我们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部分啊。那那个时候，户政机关当然会站在政府的立场，会想要说做更多的服务，好来协助新移民尽快融入我们在地的一个生活。那语言没有问题啊，教育局做了一些协助哈。那林林总总，政府机关都出来做协助新移民尽快融入社会。家庭的这个区块，那我们进一步就会想到说，那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些，再加强一些，在那个面向再广一点，怎么样来协助这些新移民，让他们能够走出家庭，有自己的记忆，甚至是可以谋生的能力啊，包括他的增加他的经济收入，是啊，那出来当然认识新的朋友，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强化，那所以我们就想到说，哎，这个学习。手工艺这一块应该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，是，那我们正好也找到师资，所以就开始来做这一块的一个构想。我们比较好奇的一点呢、就是有这个构想之后呢，你们要怎么样就是把这个
班级传达给新移民姐妹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护所有在开这个班级，这个沟通的管道你们是要怎么样去让大家知道呢？好，那沟通的管道其实很多元，我们利用所有我们可以利用的管道，包括我们护所的网站，包括我们门首的公告，包括我们区公所的所有的这些活动哈，我们通通都会去利用，甚至我们还在有线电视台的跑马灯，我们尽量来广发这样的招生讯息，然后让更多的新移民知道要来报名。是，那这是关于领养护证，那那个301这边也是一样的吗？对，那除了邱贵主任刚刚讲的这些哈，我觉得我们301还另外做到，就是说我们去拜托里长啊，跟里民去宣传啊，我们有这一块免费的一个手工艺的一个课程，嘿，那除了在里办公处有贴广告之外呢，去跟里长。就是广请里长知道他里民有这个需求的话，去帮我们做宣导。我们知道呢，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很重要一点，除了说让这个课程，除了让新移民姐妹可以学习一技之长之外，拓展朋友圈，最重要的是是否在跟新移民在沟通这个管道是畅通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关于新移民姐妹呢，他们做的这些产品非常的丰硕，那他们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，就是可以卖出去。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跟您分享。